环状的拳头壳，这里都是透气的网布，夏天的时候也不会闷热。这里是防滑的颗粒，开车的时候可以防滑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这里是防撞的护垫，非常的结实。然后这里是可以收紧的魔术铁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手型收紧，然后非常的灵活。